他是故意的啊，你们就不来买，他是故意这样子的啊。哈哈哈，这个偶尔会这样子哦。哎呀，追降下来，追降下来。偶尔会这样子。偶尔这样子的，你别来笑了，这样子的，我哦。这边没加的东西啊。我来笑了，我来笑了，这样子的，我哦。这他妈真。追降下来，我就降起来，该。这大尾上来，三尾只四尾大尾上来，该。只四尾大尾上来，这追降，追降外公，追降无故无事。你这无顾忌啊！对啊，无顾忌啊！无顾忌，这个完全无去写，你看诶，种鱼啊，拢种鱼咧抬钢管啊，种鱼咧抬钢管，电用水尔，电用水即种，用水即种，种鱼咧抬钢管。这种情形，这个要好几个月才遇到一次，运气运气啊！要这种价格要运气运气。鱼啊，鱼啊，还是买鱼啊？啊，金锤柱通我在，金锤柱后柱通，接下来你把八号了，要八号了，接下来，接下来，这无下来，种鱼最简单嘞，安尼啦，七千呀，只有这块，无几条钓起啊，啊接下来，今天我吃这哪几尾菜，几尾人吃下来，柱通，柱通吃，主要讲嘛嘞，主要讲吃两百几块，哎无，三尾大，四尾大都上来，要开五百、四百了，三号了，哎。站起来，从高位来，三百了啦！现在三百号了，三百现在三百号了，三百现在三百号了，贵两百号来就百五十块，三百号啦，一百号人来无啦？现在看来，高位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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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
会摆。无啊，从这个社会啊，从这个社会啊，从这个社会只无会弄来遐，两百了，百五了，百五好了，啊，谢谢啊，百五，啊，社会啊，先来百五，啊，谢谢啊，谢谢来，这个社会啊，先来百五了，百五了，然后喂，然后喂，百五先来，弄来啊，弄来百五，弄来百五了，百五再先来百五，再弄来百五了。就是现在外面一直要两百起跳哦，所以这意思是什么？你看哦，一二三四五六六只哦，六只一百五哦，你看那个都差了快一，差八九倍了。加油，不过我跟你讲，下次来不一定会有这种机会，今天没来就后悔了，今天没来买的就后悔了。炒韭炒豆煮了啦，做红烧做红烧来真，哎真生起来，不然真卖开五百了，五百四百真，三五真，三两千五真，不然真，三百两百了啦，两百了，围住真，多，两百真，两百，真卖啦，真有工钱，有几多啊？几多啊？有，有几多嘞？真嘞，真好睇嘞，真，真多块哦，来来，两两起来，来真，无啊，两百两百了，真两包，两包真，两百了，两百块哦，两百块。三百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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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好啦，没关系，系，打过来，打过来，直接打过来，系，系，过来，真系啊，真系。你讲真嘞，从今日无啊，臭鞋链啊，臭鞋链无食，臭鞋链臭鞋链无带进来啦，臭鞋链臭鞋链无带进来，臭鞋链无带进来，哎呀，真系，不是真系，三百两，三百真系三百两，三百两，你等我三百两，三百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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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系真系，唔讲真系，用钱我大只水钱，大尾水尾，大尾水尾，啊，现在两，现在外公社会话是不？老魏，他现在两千在那边，老魏。哦，这样你可以弄掉啦。没给我啦，没给我，没给我。嗯，秋萍，对。几杯料？几杯料？好吧。买了啦，包啊。几杯我来买啊。我你买几杯就倒啊，我你买几杯，我你买几杯我来，你买你就别看我啊，你先。哎，来，我来讲呀，我来讲。等车，等车，等不车等。后来我就几块过来，后来我就几块。车等下来，车等下来，行车等啊，行车等，坐到水船上，叫人叫人，你来。车脏啦，车皮啦，车脏啦，红车脏啦，讲，哎呀，红车脏啦，真系，而且真系，这边介绍红鱼啊，还钓是最香，是袂话最贵啊，一斤就对，一两就够啦。大部分都跟渔船一样，都是今天要拜拜，没办法宰，所以很正常啊。我本来就预估会这样子。五百两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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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五百啦！哎呦，五百六，五百块啊！五百先，五百六。收起来，收起来，收起来，慢，收起来，收起来，慢，慢，慢。五百先，五百。好，主要人家来，来，这无钱来，这两万先来，这大只这两万先来，两千，这两万先来，三千，两千五了，两千了啦，现在两千五了，两千先来，两万两千，来，两千了，这两万两千五了，两千先来，我就赚起了两千，千五好了，这两万千五了，这两万大只鲈鱼送人家吃，大家都说好吃，当然好吃啊，那个都很新鲜呢。我亏啊，这我亏啊，阿姐姐哎，一包五斤的，你做点买一包一百，是嘛？你做点买一包一百，无你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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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多一百一百咧，成我只多喺五件奶回五百，多只系五百咯，五百只系半一百咩？佢一五百只系五百咯，咩咩五百，一毫料真系，你帮佢四百料真系，四百毫料，四百四百块哦，四百好块哦。钱快，系，是啊，我跟你讲，很久没这么便宜了。我跟你讲，今天没来买，下次来就没这样子。来，阿伯，恰张没有一百五，没有两百，一百五六尾五百，没有人买飞，当然是啊。卖卖卖卖卖，反正你也是买尾了啊，好来，食等啊，食等啊，食等啊，不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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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就算坏啦吼，无收钱啦，无收钱，要借钱来。系啊，来来来来，来来，点瓜点瓜，秋瓜秋瓜秋瓜。不叫，不叫。我叫你买鱼啊，我叫你食等啊，我。拢卖拢卖拢卖，哎，快。啊。来招来，来招来，都准备招来。五百，五百，我都搞到好贵，一尾五百，五百贵，两尾五百，我有乜买？但从得偷得七点开始买，买一拢拢买四尾五百，我就五百来买，好来。他还欠你一餐，你跟他讨啊！好来来，等一下，老板就来。来，那我们看收品。甭看，甭看，别我啊，甭看，甭看，到底那都唔看，还叫我看？哎，甭看，别我啊，甭看。我这，咱家这十几万人，你甭看，别我啊。对，三百块，三百块了，三百块。三百块，三百，三百块。我这时间我。我当车保来，保台到点就来，也不用等啦。嗯，真系十块，两包，两包，真系，我两斤真系两包，真系，真系十包，我真系十包，十包真系十包了，十包块啊，十包块啊，两斤超过系真系，
今年你没到货，来三百下，三百五，三百，三百块哦，三百块哦，没梦想耶，莫西奥你成交过来了，两百，红叶价两百。对啊，今天本来就不好卖啊，那是正常的。今天很多，正好接近节或节后都是这样子，像明天开始连休三天，鱼市都休息。三百零啊！哎呀，五分啊！啊，你比过是啥物意思？你讲三百比过是啥物意思？五分，要买五分。你买五分哦。我不要
跟你讲，这边我拍下来，我来点点啊，下来，我拍下来，这边下来，我拍两，这边我拍拍，这边四百两，四百块钱，知道吧？好，这拢二千，上去了，卖开千二千，千块了，这三百拢二千块，千块吧，你多，多都十百两，你是多，哎，十百两，十百。你们哎，我今天买下来，今天买了，今天买下来，几百了。对啊，那个蛙鱼，卖那个价格夸张哎。来拽起来，拽起来，拽起来，几百块卖出来。一只外面一只最少就一千了。一只最少就一千了。你摆了啦，你包下，你摆。他三只卖一千，还有人杀五百。三金你好。你包下来。看一下，一只长那样。等你摆了来，你这你没围住了，现在你包来，你摆了，先给我，你包下来，你包，你包不？一摆你摆了，帅气啦，哎呀，帅气啦。帅不帅啊？帅不帅啊？你快不？你还站快点站起来，站过来，站起来。老哥，我叫你过来，来来过来，很漂亮吧？快点来，赶快来，等不来了。在北部真的没办法，也有人特别坐高铁来买。等不来了。也不用讲，肯定讲了。来，过来，过来。今天没有很多人啊，今天人很少。你们在买大的？没有。都今年了，后边准到五百块卖了，准到后边哪个五百块卖啊？这会卖了啊？我早早今年我就跟你讲啊，我第一件就无，这边无，都还过来年啊。等能吧能吧，对啊，可是我跟你讲，这个价格真的是少见的哦。下次会在这样的价格，我觉得不知道什么时候了。对，今天没来的话很可惜哦。今天没来的客人很可惜哦。所以只能说不能放过每一场。不能放过每一场。你们有在买东西的就知道东西的行情在哪里的。东西的行情到哪里？东西一定的行情。不然你就要用抢的啊，你去用抢的，叫人家免费送你。我六瓶七千。东西都是有行情的哦。贵两个啊，对吧？贵两个。
没有啊，你要小心。小心哦。现在石头在动。两百六十的生意。这样太高吧？不太高吧？我几千，加一个，加几千呢？加几千呢？这个我爸，啊，这一千的，这一千，我爸，我要买油，油啊！买车，我爸，我帮你买车。我爸走了，我走了。来，谢谢，不会。陈少廷走。